Wicked! 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、玉芳。嘿，实话要说，每人一天就要上大小，啊，不管天南地北，不管你喜怒哀乐。我工作完毕，轻轻松松洗个热水澡，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，大家来说笑。嘿，林玉子小姐。大家来说笑，报名来听笑，听笑。今天介绍今日好朋友，我来讲，为着你特别邀请今日的观众朋友。安那讲？哎呦，对于你的未来，他们充满着好奇，他们可以帮你那个消灾解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赶快来欢迎今日。我可以去演那个戒色吗？对，色戒。色戒，不是戒色。好，赶快来邀请今日的好朋友来，他们是台中市星象卜卦堪舆职业工会的所有。哎呦，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。来，鼓励鼓励。来，今天哦，因为这个不得了，有口号吗？有口号的，来听一下。来来，预备预备，起！收视率一点加管了，为什么？你看了别要有台拢两三个得出管了。哎呦，我什么什么好？什么鉴定一下？你嘛有去代班嘛？对对对。我这今仔你哦来二三十。哎呦，惊死人嘞！听讲我有要介绍一个好朋友出来，你来介绍好。赶快欢迎我们的理事黄甘棠老师。哎呦，哎呦，老师好啊。念名不好念呢，哎，我的电话怎样可以呢？黄甘棠，甘蔗的甘，秋海棠的棠，甘棠，甘妈疼啦，哦，甘妈疼，哎呀，你都好记呀，哈，啊，老师今年吼，哦，你看我赚到，不用批流年啊去开钱，你今晚免今年免开钱，请你来就对了，来来来，我康康讲看一下，哇，看面相，那康康吼。卖也卖讲，那康康吼，人是足好个啦。好好好，安怎看的？安怎看出来？他整个吼，我来跟我讲，你来讲。安尼哦，你看哦，这个红叶啊，红叶吼，红叶啊，哎，这耳朵是老气气味哦。那红叶啊，健康哦，大大个死亡吼，还等于讲吼，人足害怕。啊对对对，钱他舍得花。啊对对对，哎，所以乡里朋友他济。啊对对，所以不要紧，有啥问题想乡里朋友小吹吼，就再斗三工。哦哟，啊唯一吼一点来讲吼，不抄啦。暗抄的，暗时抄。哎，暗时想抄。什么抄？暗时他抄的意思啦。我无去看伊迄落设计啊。抄的几个行的抄。哦哦，哎，几个行抄。无一定是一种，无一定是一种抄，但是几个行的抄。啊，你若要喊抄吼，桃花更好。哦，你更好。我就是因为桃花唔敢抄，今天我买来抄。老师啊，我一个朋友哦，较早哦，加水啦，加水，不要加迄个运气无好。哦，咱今仔改改看伊有较好。我来来，我即阵啊吼，伯君大哥来，我即阵啊，你知影阮讲的是你就对了。你就比较久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即阵啊吼，食素吼，食素食足多啦，啊你吼，食饱吼，食足清的啦，吓，我食饱食足清的，啊你讲食饱就，那靠健身吼，啊对，想着受不了，啊对对对，哇，一模一样，哎，真辛苦啦，一样一样，好个在我那边，好不了，喂，不会，你很长寿，因为你的眉毛是往下的。相当的高寿送你哦，哎，我今天是到底讲哦，我的目牌是安尼衰的有吼，啊，我目牌衰衰，做人安尼衰衰啦，啊，美工倒倒做人真好啦，美工倒霉吗？不是我嘞，啊，这个是相当叫长寿眉，哦，是啊，寿眉绵长。寿眉绵长，啊，你买迄个新罗园的啊，长寿眉。
他说谢谢谢谢，等几位，等几位朋友啊，你准备，你开卡启动的，哦，不是啊，是讲长寿的眉毛，眉毛本身要很长。我呢，我干嘛呢？啊，眉形要漂亮。我笑起来，干嘛爸爸啊，得安尼感觉。没了没了，啊，未来有钱无？不，伊说你看这。哦，这边地格很丰厚。哦，地格丰厚，这晚年相当富厚。哦哟，厉害啊！哎，我相当富厚。老师，你这么有资呢？哦，你看这有资，你看这六条路大间哦，这一底啊囝呢？你这往里往里哦，安尼表示好。安尼对囡仔开始了，愈来愈好。这一定的嘛对。哦，大家大家一定跟我同款发啦。哎呀，多谢老师辛苦。谢谢谢谢。谢谢王老师，谢谢私下谈嘿，来谢谢王老师，谢谢。今天老师今天嘛就听我的话呢，上面就听你的话，卖拢无讲。有时候算命老师看我们荧幕上的那个形象，然后去认定我们。其实有时候荧幕跟私底下不一样，所以有当这个形象怕戏啊，这个形象也就重要，会造成一些副作用。大家以为玉芳好像三八。其实没有，哎，拜托哎，没有观众这样认为哦。有，那观众很三八，所以他也这样。他有的以为我就是说不正经嘛。其实你很严肃。其实有时候是搞笑，是因为工作嘛。对。哎，今天就跟三位来聊这个，有没有什么困扰？我们两个本身也会有。常有。第一位这个就是常常演那个狐狸精的啊，女主角。我们就认定她是狐狸精嘛？那可不一定哦。来，林玉子小姐。人家是安怎？人家拢走去，伯伯，你卖冰好辛苦哦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一定为了要照顾家庭才出来这么辛苦工作。哎，北边啊，北听的囡仔小学哦，来小朋友，请你吃一个钟头以后啊，来搞不得二三十个囡仔。伯伯，卖冰好辛苦哦，天气这么热。演那个叫做类戏剧，那你有没有算过你自己总共拍了几部这个类戏剧啊？我说真的啦，拍了几部哦，很难数了。我们类戏剧哈，应该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，所以应该十几年百步千步有了吧？啊，你演十几年了吗？对对对，从一开始有类戏剧这个形态你就开始演，对对对对，而且都演女主角哎，对对，而且什么角色都演过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你演过最多是角色的大部分都是。我觉得问我不准呐哈，我就问我们今天的来宾好了，我演最多的角色是什么角色？你们知道吗？恰杂货，恰杂货，麦克提包紧，我袂生气。好嘞，只啊，只要拍细讲哈，很包紧啦。无就偷客，要拍杂货，恰杂货啦。反正所有坏的我都演过。所以你演坏人，演完之后，因为让大家印象这么深刻，那你下了舞台之后，平常的生活里面会不会受到困扰？会。真的会，我觉得后遗症蛮多的哦。最大的后遗症哦，就是说，我记得有一次啦，我去做晚会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讲说啊，我常常在看电视上哦，都演那种有床戏啊，就亲密的戏嘛哦，那常都在电视机里面看啊，今天可不可以来一段现场的这样子？哎呦，对对，叫你当场的来演啊，演床戏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比较亲密的动作就对了啊。结果后来那个主持人说，那这样我们这个福利让给台下今天来的观众，跟他们，哎，对对，叫观众进来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就请说啊，看你们哪一位愿意来举个手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通常那个查甫人都是迄啰，爱食过迄啰假细里迄种的，要去假细里迄种，每个没有人就是都不敢举手，没人敢举，对对对对。然后主持人，对，那个主持人就自己挑了一个男主角，哦，结果呢，很姐，都很糗的是，刚好那个男主角旁边带了他老婆来，哎呦，对对对，阿姨莫走。都敢让砍掉掉，砍掉掉，对对对，就拉着他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讲说，哎呦，阿弟吼，演几年趟梯呀，啊，叫我演三分钟是安怎安尼啦，然后就主持人就下去要就下去拉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他说。那个男主角还是不好意思嘛，然后哎对对，然后就请我下去邀他，他说啊我名字不够短呀，好叫我女主角来呢，我就下去了，下去说啊大嫂不好意思啦哈，我们今天只是啊弄 gay 啦演戏这样子，
他那个老婆的眼神真的是马上翻脸哎，真的马上翻脸，就那个就脸很臭这样子，然后最后面他最觉得还在后面嘞。后来就这一段就没了，因为那个男主角不肯，我就跟主持人演完以后，我下去唱歌，然后跟他们握手，然后顺便跟那个太太，我跟他讲话不好意思怎么样？哎，他连手也不跟我握，哎，就是他是把你当成真的就是个狐狸精，就是狐狸精就对了。对啦，他应得应该感恩传照。哎呀，无欢喜个坐等下做。哎，俺都歪站，上海就是安尼。主要是你，主要迄个主持人。讲亏啦，对啦，借完三分钟，伊是讲用，用那阿布啊，什么三分钟？啊，你规日通滴到咧用啊，借三分钟安怎？对啊，来开开玩笑，愈尴尬。啊，有诶，有个人袂当有人开玩笑啊，佮开什么红阿布这种玩笑袂当诶。来啦，今天开始要转型。其实没关系，我后来想一想，我想为哈，因为那是演员嘛哈，只要人讲我会当演的角色哈，我有这个我有这个能力，我行哈，无所谓，趁钱嘛，为了要生活。马姐，你今晚可以再演一个角色，就是好好讲笑话。安尼哟，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啊，有一天哈，那个小明啊。雄雄公公走回去厝，甲因妈妈话讲：“妈，妈，紧的啦吼，你摕十块给我啦吼，因为外口有一个阿伯吼，画得足凄惨的。”哎呦，安尼这囡仔足爱心。对，哎，妈妈就是安尼想讲：“哎呦，小明太真乖，真细汉咯，真你要有爱心，有同情心，安尼紧的就摕十块给伊啦。”就甲问讲哈：“啊，迄个阿伯是伫画什么画啦？”啊，伊就话讲吼：“画饼，画饼吼，好食，画饼一个十块啦。”如果阿伯你遐画画足可怜嘞，足热，如果伊伫咧画足可怜，咱紧甲救一下，摕十块去甲救一下。你这就甲秦风大哥因囝共款。因囝是安怎？因囝讲走去讲，伯伯，你卖冰好辛苦哦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一定为了要照顾家庭才出来这么辛苦工作。哎，伯伯啊，伯听阿囡仔小学讲哦。来，小朋友，请你吃。太感动了。哎，才要过差不多一个钟头以后啊，来差不多二三十个斤啊。伯伯，卖冰好辛苦、啊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一定为了家里啊。阿囡啊，伊得一班同学讲，哦，规班拢出来。用塑胶袋当冰淇淋。好聪明哦。来来来，赶紧用玉子来呢，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无敌》，掌声鼓励。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让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柔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在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相相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相思，一对相当，啊，姿势是爸爸款。爱个家，爱我当，啊，不如是爱斑斑那转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。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理事长许汉荣先生，十分，谢谢。第二位，我们的陈志雄先生，十分。第三位陈玉慧女士，十分。第四位林丽芬女士，十分。来，谢谢玉子，谢谢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刘美玲小姐，欢迎美玲姐。搞笑类戏剧来喽！火木想起春花，过去对她的好。缓缓地将花瓶放下，自己把花瓶放下，放下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”当时来都有啥子懂啊？哦，今天这个造型也是，这个打扮就还蛮有复古的感觉，阿狗狗的感觉。阿狗狗啊，对
对不对？也算。身材很好，美玲姐没有啦，真的，谢谢。而且我们对美玲姐的印象一直都是那种邻家女孩，非常可爱、甜美这样子。啊，那安呢？你会遇到在现实生活里面遇到一些困扰吗？不是，我是演戏的。有一次我们在录那个周日剧场，我看上演的东西是一个小女生嘛，就是较早装卡查某囡仔，无讲无嫁，啊，就大腹肚对哇。啊，所以讲，迄出戏为着我帮我找个老公，就是找郑平均。哦。迄是我真正怀孕哦。哦。我是因为你个咧演的对啦。对对对。就是因为剧情。对。我周日剧场演到生，所以阵怀孕的时阵吼，有一届重新拍片头嘛，啊，找郑平均演我老公啊，所以我大概甲郑平均说，你是托我儿子的福哦，才有这个钱赚，对对对。啊，去拍外景的时阵，暗着排一个巴肚对无哈，啊，拍几工是足忝的，你知无？啊，尾啊，你休困的时阵，我就遐哦，遐足侪观众吼，伊上我上拢坐伊家遐伫看嘛，我看一个细细位啊，想讲，歹势，叫我坐一叫我休困者，我足忝的，伊讲。哎呦，但你的巴肚那么假，你哪会忝啦？所以是巴肚是假的。对啊，其实是真的。哦。因为你怀孕的时候，人嘛唔知嘛。对啊，因想讲内面是有一块宝宝在内面就对啊。结果伊叫是假的。就是假的。无爱让位哦，你。对啊，伊讲哎呦，哪会忝的，迄种嘛假。哦，所以这个艺人这个台上的形象跟私底下形象完全不一样，可是观众很容易混淆啦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安尼嘛，甲咱贡献一则笑话。好啊，有一间国民小学校长哈，伊讲伊三阿公明仔载督察要来视察，伊阵选学校内面哈，对着高一、数学、历史上较优秀的学生有三位，伊就叫伊来迄款个校长办公室，伊讲小明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小明讲报告校长，一加一等于二，讲得很好。小华。有一本书吼是咧介绍唐诗的，迄本书叫做什么嘿？报告校长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哦，真高嘿。还有一个小猪，这吼孔子的名言是什么嘿？伊讲，报告校长，有教无类，很好。校长讲，讲好，明天吼。这督察来的时阵，恁就叫安尼回答，知无？哦，叫伊死背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啊，隔天讲哦，真的督察哈，准时来哦。怎么讲？小明同学，这个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小王同学，这个有一本书哈，是在介绍这个唐诗，那本叫做什么嘿？唐诗三百首。很好。啊，督察先生，第三个问题哈，来解决，来试试看。他们的反应能力是咪快嘞？督察的讲，小猪，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要死之前讲什么嘿？小猪煞钢琴嘞，哇！题目那无共。嘿啊，校长怎唔是安尼讲啊？啊，伊煞唔知要安怎回答啦。啊，边啊小明甲小华就紧张嘞，你知无？伊讲。哎呦，那我还紧回答呢。小明吼紧张一阵，为一屁股甲吐落去就对啊。啊，唔知是伤过紧张吼，吐一下伤过大力吼，迄小猪仔熊熊听一下讲，卖吐我脚酸啦。啊，国父要照进前，可能嘛有人咧紧讲话紧讲话，甲吐一下讲，卖吐我脚酸。无啦，人伊个就是讲咱读册袂当死背啦。哦，对啦。国父要照进前。讲啥物话？讲啊！和平奋斗救中国嘛，对不？所以大家拢知啊。对啊，对，讲和平医院，要继续奋斗，才能够救整个中国。因为下次是为大陆来哦，为大陆传过来。喂，这听网络上咧讲的啦。好啦，来，过来讲一下来。我讲一下哈，这个大学联考。哦。这大学联考，那是讲学生哈。真紧张对无？上紧张什么人？一定是爸爸妈妈啦，对无？哦，啊，这爸爸就一直想看有啥物方法会当来鼓励因囝，可以当考较悬的分数，摕较侪分数就对啦。不然去想着的时阵，因爸爸足欢喜的，啊，就走去可能去小康啦吼，小康的房间啦。伊讲小康来，爸爸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这届联考吼，你若是考300分，
爸爸买30,000学徒牌给你。哎呦！啊，若是400分，我就买40,000学徒牌给你。哇哦！嘿，以此类推。好，小汉讲，好啦，多谢啦，好，爸爸，嘿，好，时间过得真紧嘞，连课过去啊。嗯。今日放榜的日子，好。好，而且爸爸吼，哇，兴奋的呢。哎，透早吼，7点就坐客厅泡面，就阿你等，你等你囝吼出来甲讲。我是要开3万啊，开4万。看要开偌济，足欢喜的对啊。7点等，8点，9点，10点。哎，小康为房间出来，因爸爸的眼神吼很期待。安怎？啊，小康家呢，都安呢。踢踢吐吐啊！在要讲哪唔讲？不啊，拿起勇气，一直跟爸爸讲，讲，爸，敢有迄个10,000学徒牌哈？你若讲的答案吼，跟我顶款写的同款吼，啊，你就要跟我争一个，一个讲。冰淇淋。冰淇淋，我也切有冰淇淋，有冰淇淋，我哩我哩，我丢我丢，珍珠奶茶，切，你有生命。今天美玲姐来要带一首好听的歌曲啊！我想找位男士来跟我合唱。哦，有没有哪位啊？让我们欢迎陈景鹤老师。来，来唱这条歌叫做什么名？来，男人情，女人心。男人情，女人心。来，拍破一个。无人会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。查某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对你一段情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粒心，也袂变形。无奈今夜雨袂停，今夜风这冷，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分开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点点，一段心藏在心肝顶，心爱的。心肝顶，无奈今夜雨袂停，今夜风这冷，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分开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点点，一段心藏在心肝顶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一段心藏在心肝底。陈老师很会唱，唱得很好哎，好练家子哦。哦，来，谢谢我们陈老师，谢谢。啊，来来看评审会给我们几分。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许汉荣先生，10分。陈志雄先生，10分。谢谢。陈玉慧女士，10分。谢谢。林丽芬女士呢，10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美玲姐。浩子阿翔来搞笑。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一同去加油，嘿。
饭时间到咧，啊，唔知影观众朋友，啊，你有食饱无？真好，真好。大家食饱饱，安尼精神好啊。对啦。哎呀，托瑞阿公，你看，啊，我今仔日哦，带你来这个吼阿里山家，哇，啊来这吼，你看野餐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就是爱利用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阵啊，啊，带咱家的这长辈，安尼。这个出去行行，出去行行，嘿，啊，你出来散散心。我讲阮家上啊吼，足友好诶，啊，足甘心诶啦。啊，若放假拢带因阿公四家去游览去佚佗。啊，你足好诶啊！阿公足欢喜，哦，这空气够好。空气好吼。哦，足舒服诶。头里阿公，毋是干安尼尔咧。啊，无咧。你也看卖啊。哇，咱大家吃，这团的有无？游览车，游览车包车来这佚佗啊。啊，我拄只吼，有上着两个。又去的，水果牛啊，真对啦！我想讲哦，啊招因做伙来吼，啊咱做伙野餐，安尼好无？啊做伙食呢？系啊，哦，安尼好，真真友好。啊，等等，安尼好。我来门口买看，唔知有啥物人要耍。哎，有啥物人要做伙耍的无？啊啊，这个姐姐，啊你头白甲遮水，无你来好啊？啊，真好，真水啊，真水哦。我教的，来来来，来，托你阿公，一个可能无够，啊我搁捡一个，我搁捡。我一个应付两个哦。啊，我到了。啊，你唔得较平咧，你讲安尼。啊，真个好啦。啊，真个好。哎呀，伊话来来来，姐姐麻烦姐，你话，哎，你穿裤牛仔裙很漂亮咧。这牛仔裙都金光闪闪。哎，这两个都是我的菜，都是你的，都是我的菜啦。赞咧赞咧，好懂咧啊。啊，客人大家出来吼，啊，无咱来休息一下啦。休息。好啦。还升起来，你先进来，一日就要升级一下。不是啦，讲改升游戏，玩游戏，啊玩哎玩游戏好不好？啊玩游戏，好好好。安尼我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好啊好啊。了咪吼，我从这个地方内底吼写一个物件。哦。啊，咱即卖吼一个人来讲这个夜市。也吃啊，内底小吃。哦。食诶，食诶。你们买晒吼？啊，你若讲诶答案吼，甲我顶款写诶同款吼。啊！你就要甲我整一个。托你阿公的意思，讲我若是讲到迄个答案，啊，就要甲你整一个哦。啊，这算处罚呢吼。什么？处罚呢？我扣着。啊，你扣着。啊，你醒下，你醒下。啊，你等下你先讲，啊，过来换你。啊，换我。哎吼。特懂的，特懂的。好好。啊，你茫可以看到。我的答案是这。茫看。好来哦。好，开始一个讲。冰淇淋，哦哦，也且有冰淇淋，有，我你，我丢我丢，日式奶茶，你有什么？珍珠奶茶，啊，你讲的啊，大哥，你讲的啊嘞，哦，姐姐，你笑死我，笑死就输啊，你输啊，啊你，你要跟我争执，哦哦。对，我给你嘴唇，给你抹一抹，啊，你嘴较合的。哦，安啦，别啦，别，我等你。别，我讲就是，哦，啊，未画好的啦。我惨掉，我惨掉。啊，看到看这，看这，看这，看我水无？哦，是，啊，个金姐，个金姐，个金姐。我看。啊，兄弟啊！哦，来，规个拢戆去，规个拢戆去啊！安尼啊，搁一个。我讲出一个好啊！啊，即个要要啥物？即个要水果。嗯。啊，想好水果想较济，莫含伊相共，无爱搁甲煎嘛。若是讲共个，就爱甲我煎嘛。水果，咱了想一个。嗯，水果吼。啊，你茫看到，嘿。茫看到，好未？好，各种，来，来哦，来你先，你先。气球啊！气球是啥货？水果啦，水果啦，水果。嗯，水果爱食吼。嗯。阿妹，我去食啥？啊，木瓜啦。木瓜。哦，有对无？有对，有对，有对。三十点钟。再再玩。檸檬，冇掉，好啊，啊，西瓜，冇掉，好簡單，冇掉，我哩，牛頭，啊，冇掉，哎，我哩，你驚，
明天妈妈掉，妈妈掉，啊啊，奶鸡，我掉我掉我掉，我掉，干啥干啥？奇怪，是不是我讲过啊？我讲过啊？是该讲过啊？金姐，啊金姐，金姐，啊金姐，公布正确答案。哎，你赶紧搞点，金姐啊，搞点啊，你搞点，啊，拍手拍手拍手，我等下你站就过来了，我来报警，我来报警。我来抱个水。好嘞，哦，妈妈姐，妈妈姐，不不不，镜头不看见，镜头看见，看见，看见。哦，妈妈姐，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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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莫跳咖，你我会惊。我就是当妈妈姐，不是惊啥？哎呀！搞笑类戏剧来喽！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开计程车为业的火木，火木和燕秋悄悄的计划，毒害老婆春花。哎哎哎哎，你不是讲要演床戏？啊，未开始的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周伯君大哥，欢迎周大哥。应该是快点鱼都会想到济公，现在不管谁来演，我嘛是讲个少了一点味道，就是没有你的味道。哎，对，哎，看你今天好不好？但不过你演的东西喜剧啊，应该没什么后遗症啦。啊，你讲演戏啊？对啊。有啊，那会无？应该是有吧。你可能看到伊会想讲改白啊。我一过去舞上忝就是安尼。哦。有一过，阮拢去下港有无？家己搭口啦，去拜拜吼，有足侪人拢知影。哎，我就一刚才我拢拍戏时阵，那么早七八点就开始传要拜拜啊。嗯。啊，我就想啊，去甲咱济公老师傅吼。啊，算甲拜拜者，啊，我就去迄庙真大间，我就知啊，穿衫拢穿好啊嘛，啊，小等下要拍戏啊，啊，我就去遐拜拜，啊，拜拜，哎，我听着后壁吼，哦，游览车四五台诶，只有来轰轰轰轰，啊，我就他妈拜拜，啊，就插香啊，插好，哎，嘛插拢落啊，还算挂香诶啦，挂香诶，一只只上少三十个至四十个嘛，对无？三台就百几个啊，对无？我落几排足差，伊画画足差，伊画我落落起来，我这红衫拢穿好啊，拢穿好，无人睇好啊，拢开钱拢摕啊，拢吊伫遐包，啊，我等下老师讲啊，今日好希望大家互我拍伊顺利，我即嘛足差，开钱无啥声音，你无声音？我头诶。就我头壳，头壳贵一百，大姐卖力哦，一百，安尼阁无大忌哦，安尼阁无大忌哦，七八大汉有吼，甲我抱了有吼，甲我抱人家倒转去，甲抱人家倒转去，啊叫我安坐咧吼，搭坐吼，啊里后啊因大家徛咧，翕一张相，啊这边翕一张相，哦，啊你蛮有趣味啦，你动作的是。真的是济公的分身了。哎呀，本来八点要开始弄影嘛，啊，舞到九点外、九点半，啊，导演在徛遐看，都在等你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唔知是好意，啊，人啊，人拍摄啊，对啊，啊，不会受欢迎啦。来来来来，啊，今日来再讲一个笑话。哦，讲一个笑话啊，哦，讲一个笑话吼，实在较早吼。有一个难兄难弟，一个叫阿蛋啊，吼，啊叫蛋啊啦，跟咱那小陈小陈吼，啊像即卖就叫小王，两个吼真正是自细汉开始吼，就穿同领裤大汉的，哦，安怎啊，过来就高中，佮读同班，高中大学，佮共读一个学校就对啦，哎，做兵嘛同款一个单位，了退伍了后呢，做一个生意，两个哎。创业就对啦，哎呦，开一间公，啊，一间公司嘛。连你这个公司的这个秘书吼，嘛是因的福利就对啦，两个公家用就对啦。啊，那有一天，有一天呢，有这种福利哦。啊，所以讲两个吼，啥物物件拢无公家用啦，嘿嘿。啊，了有一天啊，三年啦，五年啦，哎，但是就走来甲王哥讲啊，讲安怎？拜谢拜谢，我跟你讲。那你的秘书吼，米雷也有吼，米雷说说有信啊呢。哎呦，你讲哈，有信啊，有信啊那边啊。别紧，别紧，别紧，因为咱自细汉较大汉吼，咱两个什么物件拢无公家哦，公家公家，对不？什么拢公家，即马开嘛公家。以后这个囡仔负责，他读册开大食穿的，咱就同款负责甲处理就好啊。哦，王哥讲无，啊你嘛是好啦。哎，时间时间一年一年过，都一年要生啊。
哦，这个王的较等的哦，就伫病院伫等。哦，咧说啊，咧生囡仔怎做？啊，王的哦，较紧流行啦，就嘛行咧行咧吼，啊啊看咧看咧，啊是要紧无啊？哎呀，啊是要紧无啊？啊咧等我甲讲，等你讲啊，无哦，你对面哦巷仔遐有哦。哎，你去遐哦，咖啡厅坐咧，小轻松，吹一下冷气，你妈咧逛逛转转安尼吼，啊，恁遐烦恼嘛无效啊。嗯。哦，好啦，我来遐吼。那安怎你还紧甲我讲啦吼？哦，安尼，但系我好，你去去恁去。时间一间一间，一点钟入去，入去。记得，但系就记得走过马路，门拍开，徛咧王的面头前。王的讲，安那，无惊平安无？哈，你讲。平安平安，啊！你想要听好消息还是歹消息？啊，各有好消息，到歹消息啦。无想听好消息。哦，生相生，生相生，啊，歹消息嘞，我会错开，你也给我嘞。为着要迁徙，来去交代你来了。来去了，干巧啊，干巧。但是你真的真正烂兄烂弟啊，不我多安尼分享。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类戏剧的表演，博君大哥也常常那个参与演出嘛。有啦，都拢三日啊啦，啊无就一寡，话你讲什么哎玫瑰园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今仔来歌曲，我今仔是。来，我唱歌，我要唱歌。无，你不要你唱歌，你不要唱歌啦，你来唱歌啦。请玉子来帮忙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玉子来，给我倒三缸哦。对对对对。我就懂啊，我处理，我处理。叫高丽，高丽，高丽，好好来来。掌声鼓励。沐春花来啊！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开计程车为业的火木，成日与情妇燕秋暗通款曲，火木和燕秋悄悄的计划，毒害老婆春花。你不是讲要演床戏，还没开始的啦。你是咧？你两个口白了。哦，跟你口白哦，拍谢。不要那么急嘛。究竟他们两人会有如何泯灭人性的举动呢？究竟春花是否能够逃过这一场浩劫呢？这种代志敢通好？我唔管呐，我到底要恁来到什么时阵呐？佮安怎讲，伊嘛是阮某，替我生一个囡仔，身材佮变形，敢那水光嘞，对无？哦，你。对啊，像这种老查某，你搁要甲伊做伙？我唔管啦，我唔爱安尼啦，我唔爱忍耐啊啦！逐工时间到，你都要走，我唔爱。我讲嘛，无可能再甲伊做伙，对不哈？是啊，你都可以去处理的。喂，是阿妹啊，阿妹，你还叫我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甲你做伙。哎呀，阿老，你今仔日考虑看卖？考虑。没啦，你今仔日无我一个。正在他们两个在辩论的时候，今仔日无搞我改观哦。哇！男主角走了，火木回到家之后，来啊啦，拿了一杯水，他想这一次他一定要让春花跟人世间告别。于是他拿出了颤抖的双手，将一包白色的粉末。倒入白开水中。喂。于是他把开水拿给了春花。喂。哎呀。啊你也看你这样好听的吼。你看这汉堡吼。是我的不对了。所以咧。来啊你也听嘛吼。你啉些茶咧哈。哦，杜霄，我袂醉干啦，我袂忝啦，你家己啉就好啦。袂啦，我绝对袂甲你害死啦。啊？无啦，毋是啊，我是讲吼，你醉干，啊，你另外你家己袂啉茶。啊，杜霄你啊，我即摆袂醉干啦，我先放边啊，来唔甲啉啦哈。无啦，你就爱啉啦，你无啉伊哪会落来啦？没啦，我都不想啉嘛。在一般的拉扯之下，这杯水就打翻在火木的身上啊！你。啊！阿妹，我无说你耶。火木一气之下，高高举起他身旁的花瓶，花瓶，看到，准备往春花的头砸下去。春花回过头，惊恐看了他一眼。好啊。
火木想起春花过去对他的好，缓缓地将花瓶放下，自己把花瓶放下，放下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”当时来都有啥子懂啊？这个是酝酿啊，好酝酿。打自己的嘴巴说：“我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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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精神。”后来他忍不住就跟春花跪下来。我哪哈嘴皮啊？安耶！跪下来。这个时候，一号评审看不下去，跑出来。一号评审徐汉龙先生跑出来踹了周明真一脚，你这个笨蛋，不要滚啊！然后二号评审说我也要，拿出了椅子，你想看美术打架？哦，好啊，评审又回去了。原来这时候火木将花瓶拿起来，原来嘉龙你也客气啊！你康康说：“美玲姐，我们也一起去踹他吧。”好。哦，原来当圣祖奴这么爽啊！对啊。就是安尼啊，随便照你讲的话演呢。可是为什么我咧讲那拢无迄个哦感觉？圣祖奴峰回路转，圣祖奴咧讲男主角将有什么样的剧情火烈什么什么，我也在点讲。他真的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，他讲那些没有看台词的呢。哎呦，没有台词哦，自己讲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这个跟圣祖奴先生那个鼓励鼓励。来，我们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我们刚刚评审也演的有参与演出，多谢多谢。无啦，人演就好诶，志宏安遐嘛演就好诶。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第一位我们的许汉荣先生，十分；陈志雄先生，十分；陈玉慧女士，十分；林丽芬女士呢，十分。来，谢谢伯君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公布一下总成绩啦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总分啦。一号选手林玉子小姐39分，鼓励鼓励。二号选手刘美玲小姐40分，鼓励鼓励。三号选手周伯君大哥40分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冠军，现在邀请许汉荣先生为我们颁发冠军锦旗。两位拿到冠军啦！今天的冠军呢，可以得到的是花开富贵红玉髓项链，可以让您招来富贵好运，上升平平安逸整年哦。好，我们要谢谢三位非常优秀的艳妹哦。同时还要谢谢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及我们的评审委员。哎，唔通袂记哦，拜个拜个样，来电话去向大家来揭晓，到底来揭晓，拜拜。